是它的地理环境的景色，优美的一面，把它照相，把呈录起来，做一个比赛。那你看到这些作品，这个就是经验，对，就面店的，意外的形式，对，它很平，我觉得它蛮平的，它是不是在那个新竹面店呢？网络名片呢？看起来像是网络名片，这个是的要死。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上是原始的，不是，这是网络名片。对，我告诉你这恰恰是我。现场亲爱的长官、媒体朋友们，还有各位嘉宾们，早安，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在高树乡跟大家一起共享盛举，我们2020水果之乡高树美乡长杯全国摄影比赛成果展的记者会。我是今天记者会的主持人 Masaki， 今天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共享盛举哦。这次我们高树乡公所为了推广高树观光产业啊，举办了这次的摄影比赛。我们总共有近百位的民众一起共襄盛举这次比赛，而因为呢，这个比赛的得奖人数是有限的，我们精挑细选出了33名得奖作品，今天也展览在我们的现场了。希望用眼睛跟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我们高树的美丽。那么有这么棒的活动，当然都是因为有力挺我们高树乡观光发展的长官们。今天有许多重要的嘉宾来到现场。接下来就要请大家借由你们的双手，我们要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长官们。首先第一位大家介绍的就是非常卖力推广我们高树乡观光发展的大家长，我们王树维王乡长，请借下你的双手，让我们热情欢迎我们的乡长。谢谢我们的乡长。你们找到，你们那个都没找到地方。有有有。有看到回程回坡，应该是有。这个是我上坡弄的。好多鞋子的那个旧。漂亮哦。那是歌曲呢？是吗？歌曲呢？这个是在那个。是吗？我们都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种，这就是他们刚开始种的时候。然后刚好他们在种植当中，我讲的只是单纯说拍下照片分享给大家说，其实农民他们很辛苦，就是讲种植跟育种，就是等结束分享给大家，然后借好刚好就借这个机会，刚好高树在举办这个比赛，想要让大家再更认识高树这个美丽的地方，让他们知道农民是怎么去从有到没有去种植他们的东西。分享他们的东西。我就不管了。原本就是高树苗，对，您是，对，我师傅。那你自己是种？不是，不是，因为我家里是种的嘛，他只是说，我很了解务农的嘛，他们辛苦的一面，想分享给大家。